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的巨石镇是英国的旅游热点，每年吸引超过100万从世界各地慕名前来参观的。咁巨石镇咧，亦都叫做圆形石林。嗰度有几十块巨石围成嘅一个大圆圈。咁啊，嗰啲石块咧，足足有6公尺咁高。据估计咧，圆形石林咧已经喺呢个马坪村嘅平原上面屹立超过咗几千年啦。咁由1986年咧，巨石镇咧就被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啦。
如果中意我條片嘅話，歡迎訂閱我嘅 channel， 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。